各位 ，NC 疯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三叔公。那今天呢，有这个天堂 W 的官方直播，目前是刚结束。那我只大概知道了一点讯息，就是周年好像要出金变啊，我也听不懂韩文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听人家讲的。如果有更多这次官方直播的一些讯息，我会再整理给大家。那大家可以到自己的信件这边去领取。哇，总共14封信，所以我一开头才会说 NC 疯了吗？怎么送这么多？上次的影片送超少的，我以为这次应该也是一样少，结果大送特送欸，自选蓝变蓝娃都有，还有一堆抽，只要你有45等以上好像都可以领。那我们全部领取。哇靠，我的包包直接满了，等一下，紧急加开。好啦，送了这么多抽，加上我原本也有一点抽，我们一次来把它抽一抽吧。那请大家先帮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做出更多天堂 W 情报及攻略。这次有这个祝五房跟诅咒的红五房卷，接着有徽章的强化卷轴，徽章这个很可怕的，我们来冲冲看吧。我原本的是到加五就停了，我们现在直接来开点加六。加六，我靠嘞！加四，哇！加四回来回加五，干加三，不要闹！加六，加七，加八，各位观众，第三颗徽章成功加八，哇！官方大放送啦，赞啦 ！NC 我爸爸。哦，真的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接着我们来点调和属性石，各位想要刷到晋商，晋商看能不能加三，来十颗 ，Go！ 晋商，晋商，晋商，哦哦，晋商加三，我靠，太神啦！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今天是不是出温啊？好，我们直接来开抽吧，先把这个是一般白道绿。各15抽，我们先把它抽一抽，全部抽一抽，这个都白到绿而已，没什么意思，不会出红盘，快速抽一抽，这个累积合成的材料啦，快速快速，哇靠，我这个徽章直涨加八，再来四颗调和石就洗到晋商加三，到底怎么了？我那六颗又想洗。我有其中一颗徽章，只有晋商加二而已。哦，不知道该不该再洗，伤脑筋，伤脑筋。快把它快速的抽一抽。这一波 NC 给的很大方哎，到底是怎么了？送的都我都觉得以为是周年到了，嘿嘿，周年在11月啊，在11月。我相信。周年应该会送的蛮多的，我只是没料到这一波有这么多，哇！不过也是啦，如果金变要开了，大家课长像我这种小课的、中课的，感觉来一个紫变也不过分吧，是吧？差不多了啦，现在那种大课长有些紫变娃都已经快满。或者是已经满，好，先来抽这个，自己的先抽掉。该来红盘了，该来红盘了。哦，我有最上级的，最上级的应该是这两张，对，这两张，最后再点，这是保底率的。好，各50抽，啊，50张都是6抽，6抽也是蛮常会出红盘的，希望可以出一下。出个红盘怎么样？出个红盘怎么样？我直接按重来好了，嘿嘿嘿，不然50张有点久啊。话说为什么不送多一点11抽啊？6抽感觉看起来有点，有点棒哦。6抽看起来有点棒哦。来，出个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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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。天，该出红了！我看到系统一直在跳了，虽然
不知道是不是工作室在刷。哎呦，哦，哦，又出红盘了，又出红盘了。不瞒各位说，我最近商城单抽就有出蓝变蓝瓦了，可是都没出红啊。最近运气好像还行，红盘出的蛮多的，蛮意外的，但是都没有出红，都是蓝的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红盘，红盘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红盘。对啦，红盘刷起来就对了。来，红娃，给个红娃，我红娃真的出很少，红娃，红娃，红的。哎，太扯了吧！怎么都蓝的、啊？红红红红红红红盘，刷起来刷起来！感觉现在很多人都在抽，嘿嘿，很多人都在抽在叠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红盘的几率。多一点，多一点哦！上面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还剩多少抽啊？还有二十几。哇哇哇！这个无氪党现在应该很爽，嘿嘿嘿！无氪靠这个，怎么可能还不红变红瓦、啊？对不对？这次送这么多还没有，就真的很衰很衰了。不过最近这个礼包跟签到都是有，礼包可以买红瓦，然后签到会有天上骑士，这样就红变红瓦，而且不用花几千块。应该天道加那个礼包应该是三四千左右就可以红变红瓦，这太爽啦！这次又抽成这样，哎，红盘怎么不见了？不见了！哎，后面这十几抽、二十抽怎么都没红盘了？红盘呢？红盘呢？哇，没了，南希，还有变身，自动抽卡了啦！快速，这样就不用手动一直点了。我完全没有用过这个功能，完全没有享受过啊！这个功能都是课长在玩的、啊。没想到我们有一天也能这样开啊，太爽啦！是红盘呢？等一下，红盘呢？红盘呢？怎么刚才红盘不见啦？刚才出三个，现在都没了，是这样？哇哇，怎搞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抽一半了，没有红盘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现在怎么没了？嗯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变身者都没有红盘，是不是在搞啊？等一下，不太对哦，不太对哦。哎、欸，剩十几，剩十五张了。红盘呢？红盘呢？等一下，这么多抽，红盘太少了吧？哎呦呦呦呦，有有有有有。哎，哎哎，等下，红的，干，又出两蓝，哦。不是吧？这个上级变身应该是会出红吧？啊，怎么都是蓝啊？好像不太对啊！哭啊！总共出了五蓝。Oh God！ 现在抽的是……哦哦哦哦哦哦！各位，这次就是红了。这张就红了，红了！给我死棋，死棋！笑
小一，你妈的！啊，死棋，我还是没有死棋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死棋来了，死棋来了，我们一样点我有胡子的试试看。啊，我最一开始成功的方法，把胡子的点掉，最后打开死棋诞生。死棋诞生，笑了，笑了，看，不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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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上级的了，各位，最上级是可以抽中。最高紫色的紫面 0.01%， 来两发出纸，最后一张出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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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连红牌都没有啊啊啊！这个自选的。自选的基本上都只能选旧的，新的根本不能选，那就随便选一下吧，因为蓝的旧的我都有了。哇哇，果然运气都用在徽章了，老塞合成白和绿100发，很少100发过耶、欸，哇，只有14张，没关系，继续合27发，希望合成能合个红出来，来吧，56发，绿和蓝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56发、欸，56发，多一点，10张，不错欸，10张不错，还有12发，出。哦，又出三张，不错哎，剩两发把它合掉，一发合干净，合干净，我们可以合五发红变哎，哇，蛮多的，蛮多的，可以合成了，合成，拜托，出个红，出个红。哎呦，金色的闪电哦，蓝宝石啊，蓝宝石应该没卖哦，蓝宝石，蓝宝石，哇，被砍两刀，哭啊！蓝宝石，蓝宝石，蓝宝石，砍爆，碎啦！保底一红，至少有一红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有几红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哦，第一张就巴丰特了，重复的没关系，当我的材料，纸变材料。再来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再一红，再一红！啊？哇，只有一红哎、欸，还有一发，再一发！来吧，来吧，再砍爆一次，再砍爆一次！哎呦，蓝闪电是不是不太吉利啊？哎呦，红宝石，我总觉得红宝石也不太吉利。红宝石成功几率好像蛮低的，我以我自己的经验啊，我蛮讨厌红宝石的。啊！别，哎呀，站起来反杀有没有？有没有反杀？有没有？有有有吗？烤窑。啊，没关系啦，有一红变还可以啦，免费的嘛。再来100发，白和绿，来吧，来吧，哎呦，19而已，28发。出个，出多一点，出多一点，就一个，
我是习惯累积多一点，我就要把它全部合光，合干净。这些白的我也要合干净，所以我会觉得这娃娃的动画不能跳过，真的是很拖时间。29发绿和蓝，29发，多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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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，多一点，五个，还行啦，还不错啦。6发，再出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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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还有哎，不错哎。最后一发，把它合一合，合干净。没蓝没关系，我们来合红。哎，怎么还有一发啦？干净，合干净，合干净。三发蓝和红，来吧，娃娃。出个红，红闪电，来吧！不是吧？没关系，还有两发，红闪电，红的，红的，红的，红，红！最后一发，给我出红，出红，出红！看你的，三发旋蓝。安息还可以再合一发，来，红闪电，红闪电，红，又蓝的。好啦，护身符我可以冲一次，我现在是9阶，希望可以升10阶，成功几率48%，来吧，强化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抽卡运那么差，成功，干失败！哎，看别人都好像很好运啊，哭啊！好啦，有这次直播的最新情报的话，会再跟大家做分享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你们都抽得比我好。好啦，下部再见啦，拜拜。